我刚刚按错了，等等，再开始。然后你是新增一个视窗截取，截取你的聊天，要新增一个游戏截取。选择，好了，是别人。好的，可以看喽。你觉得这个还蛮好笑，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生物，女人和其他生物。之所以会这么说，是因为除了女人，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生物，它都是讲道理的。没有生物会在指甲上盖一栋摩天大楼还觉得美爆了。照这样下去，我建议广大女性以后可以直接在指甲上粘一节黄瓜，好看又实用。没有说我会天天背个杂货箱出门，这一点其实困惑了我很久了。我实在是想不懂，为什么女生的包里可以装那么多东西。话说回来，我根本就搞不懂女生为什么要背那么大的包包，真的每天都有那么多东西要她们带，她们一边弱不禁风的连水瓶盖都拧不开，另一边却拎着装了100斤化妆品的包包，连续逛街8个小时都不带喊累的。而且她们的包可以不要那么大吗？那样真的找到的东西吗？哎，你带纸了没有？带啊，你要吗？啊。他是在刨地吧？啊，我觉得现在包包的厂商们太不人性化了，应该给女性们配备一点工具嘛。女人不仅身体负担大，嘴巴负担更大，整天没吃饭，但是不可以什么都不说。为什么不吃饭？是一个男人每天真鲜被干掉啦，全部干掉了。是这样的，我只吃了两个。这就好像是女人的天性，咖米他们也很饿。一起去上厕所这种习惯，他们说啊说啊说啊说，说到憋不住了要去上厕所了，怎么办呢？结伴为什么？为了部落。哦，不对，是为了接着聊天。我很佩服他们在便便的过程中嘴巴还不闲着，难道嘴巴是排泄的重要途径？我书读的少，你不要骗我。在这一点上，男人要做到就非常困难。首先，男人是非常非常非常讨厌自己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人会站在自己的旁边，这是非常尴尬的。如果他正好是认识的人的话，那还得强行扯几句皮，这是非常烦躁的。是，输了。嗯，彦祖，彦祖。嗯，怪不得说女人都是水做的，照他们这样说话法，如果不是水做的话早就变成干尸了。哦，所以他们才一天到晚要做什么补水面膜，原来就是为了补口水。这神奇，你能说说的话，他只是他心里想表达的意思的大概一这么多，这么多，表面上只是一句话，但其实心里面已经火山爆发了。哎呀，老子真的快气炸了，你看我有没有事，有没有事，你看不出来我很有事吗？你怎么不来哄哄我，快点买好吃的给我，把你的包包给我呀。我没事啊。神奇的友情之间还有一种神奇的友情。宝贝，看我新买的包包怎么样，漂亮吧？好漂亮啊！这个拼色可是很难见的。这个拼色可是很难见的。这个是发哥带回来的。SB 贱人，又不知道哪个老男人给你买的包，你拿出来显摆，一看就是 A 货。我要讲秋冬。哼 ，SB 这个贱，这怎么念？我要学他 ，SB 这个贱女人，又不知道还 SB 的，又不知道哪个男人给你买个包还拿出来显摆，一看就知道是个 A 货。我学 ，SB 个贱女人 ，SB 个贱女人，不知道哪个男 ，SB 贱女人不知道哪个男人买，好难懂 ，SB 个贱女人不知道哪个老男人给你买个包，一看就知道是 A 货，还敢拿出来显摆。老男人给你买个包，还拿出来显摆，一看就是 A 货，受不了。哎，看起来
一种生物，奇怪的是女人会对女人这样，对男人，女人聊天从来是很公平非常公正的按事实说话的，这个事实就是帅的好好好，丑的滚滚滚，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女人永远是对的啊，女人不会错，不要奇怪女人为什么爱穿高跟鞋，那是因为高跟鞋对女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你看这是没有穿高跟鞋之前的腿，这是穿了高跟鞋之后的腿，怎么样变长了吧，你知道为什么吗？没错，我用 PS 拉长。不要奇怪女人总是说她要安全感，其实这个时候她想要的只是一个安全套。也不要奇怪女人总是半个月就折腾一次头发，每次还花3000块，而且看不出任何区别，那是因为头发是除了整容和减肥她们唯一可以自控的身体。整容太贵，减肥太难，所以啊还是折腾折腾头发吧。也不要奇怪女生总是特别去美洲欧洲什么的，他们连整天嚷嚷着要去的巴厘岛和马尔代夫到底是个国家还是个城市都不知道呢。也不要奇怪女生总是一边穿着皮草一边看着猫猫狗狗痛哭流涕，他们就是这么做好吗？君不见一边吃着麻辣烫一边喊着要减肥的女生吗？再者说了，女生还经常说不要呢，男生还不是经常视为不见？女人就这么一个神奇的生物，我们不能以常理来推断她，因为有时候他们连自己都搞不懂自己。处女火是女人特有的武功绝学，经常听到他们说我快来大姨妈，谁敢惹我？我正在来大姨妈，谁敢惹我？我大姨妈刚准备两天啊，谁也没惹我。今天就是要正大光明的什么叫做我今天就是要发火，谁也别拦我，不然我就哭。没办法了，拜拜。好急的，他好笑的。这是我原来的 YP 杨一鹏，这个新浪微博账号现在已经停了，所以希望。蛮好笑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强迫症，在社会压力这么大的今天，如果你没有两个强迫症同学的话，怎么跟身边的处女座交流？为什么一定是处女座想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就要时时刻刻去学习最新最作的强迫症。今天我就来总结一下，来看看有没有你的症状吧。求音量一定要是5的倍数，不然看不下去。5的倍数。哎，这有点强迫症，这真的是有点强迫。我没有需要擦干净，不能留有边边角角。这个我还好，我没有完全没有这类型的强迫症。我们后一定要回头再确认一次，总觉得自己没锁。这个我也还好。教大家一个方法，其实大家在锁完门以后，给自己设计一个小动作，暗示自己已经锁好门就可以了。你可以在锁完门以后有节奏的敲3下，这样只要记住自己敲了3下门就可以了。嗯。为什么？嗯。为什么？为什么要敲3下？这人不是刚好门吗？怎么又自己敲门了？手机消息的提示一定要按掉。我这个也还好，这个也完全不会。你看到吗？就那个小红数字，那个小红点，这些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存在的。哎，我在看，我觉得太好笑了。为什么要把我按掉？嗯？等我一下啊，太可恶了。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强迫症，在社会压力这么大的今天，如果你没有两个强迫症旁身的话，怎么跟身边的处女座交流？为什么一定是处女座啊？想要紧跟时代的潮流，就要时时刻刻去学习最新最作的强迫症。今天我就来总结一下，来看看有没有你的症状吧。调音量一定要是5的倍数，不然看不下去。这个我觉得很好笑。很多需要擦干净，不能留有边边角角。锁门后一定要回头再确认一次，总觉得自己没锁门。在这里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其实大家在锁完门以后，给自己设计一个小动作，暗示自己已经锁好门就可以了。你可以在锁完门以后有节奏的敲3下，这样只要记住自己敲了3下门就可以了。嗯。这人不是刚好门吗？怎么又自己敲门了？手机消息的提示一定要按掉。
到了吗？就那个小红数字，那个小红点，这些东西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存在的东西。其实我点它根本什么内容都不看，马上就退出来了。我只是单纯的想要让那个提示，那个小红点消失而已。但是我的强迫症出了很多叛徒，他们丧心病狂的用带有小红数字提示的图片作为头像。也太无聊了吧，这个。强迫症。来，手机相关强迫症。说到手机，我现在是很多种人都有强迫症。巨蛇表现就是，他们在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一定是玩手机，对，第一件事也一定是对。而且不管是刷微博也好，刷朋友圈也好，他们一定要刷到上次刷到的那一条为止。如果中间有任何一条遗漏的话，他们感觉就会像是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前一秒才刚把手机放下，后一秒就恐慌的大叫。好，哎，就这样，再见。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我不会让一切归零。手机呢？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我就是这种人。你以为你是鱼啊？鱼还有三秒呢。哎，你刚刚说锁完门敲三下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我敲完三下一回头连自己敲没敲三下都忘了怎么办呢？哦，这个很简单，其实你只要在后面再设置一个动作，用来确认你已经敲了三下门就可以了。比如，哎，好愚蠢啊！牙线，全部是牙线。袜子一定要分左右。强迫症好重。我有方法，一下就可以区分啊！你看，好聪明哦！不行，一定要买这颜色。喜欢疯狂的刷新电脑桌面，这类人喜欢疯狂的刷新桌面，已经严重到连自己都完全感觉不到的地步了。嗯，哎，这个我不了解。最多点12:59，想一直重开重开。看一下自己到底更新了没？没有啦。还有强迫症，还要把计算机放好。一定要贴回去。这有强迫症到一个极致，神经病。手机后台的程序要关掉。这个也很奇怪。种太阳花一定要对称。好奇怪，好恐怖。没有钱，就放一张就好了。一定要新建文件夹来放文件。小陈麻利一下。新本子不能折。新本子不能折。冬天一定要读东西。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新本子不能折。我小时候有一个，我跟你讲一下。小时候就是我朋友就是同学就买那个课本，那个强迫症就是我课本，譬如说我读完第一课，就是都不能折，一折到他就生气，他就说这书是我买的书，我就觉得他强迫症哦，书就是拿来折的啊。这超好笑的，这感觉。总以为自己是处女座，总以为自己是处女座。LYP 啊，还是锁门的问题。那如果我又问……哎，你够了，你够了。老师锁门烦不烦啊？锁门锁门什么？你家那个破门有谁愿意进吗？啊？你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些等着报销的发票了吧？我告诉你，你再给我提锁门的事情，我……OK， 如果你看完这个视频，感觉自己是强迫症患者中的一员的话，希望你可以随手转发这个视频，让……我不是，觉得还好，蛮好笑。哎，虽然现在朋友圈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可是在生活中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是只有一个人独处的。在有人的时候，我们扮演着各自各样不同的开始看一切啦，白领啦，医生啦，护士啦，教师啦，高清啦，五码啦，点 AVI 五码点 AVI
但是当我们作为恋人环境中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想大家应该都会完全放开束缚，做出一些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肯定不会做出的事情。不知道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我总结了一些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来看看你是不是也做过。友情提示，以下内容可能会引起您的不适，请胸大腰细腿长的女性留下联系方式， YP 将会派人去细心的安慰和开导你的。2014年12月1日 YP 的金发碧眼全美超模秘书刘。首先我第一个想到的一个人的场景就是洗澡。对，我洗澡的时候我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洗澡。我也会唱歌啊这是家浴室会想办法，让我们来听听原版是怎么样的吧。好了，其实我也搞不懂为什么洗澡的时候喜欢唱歌，而且不光是唱歌，洗澡的时候我还喜欢演戏，而且是偶像剧那种戏，先自己脑补一段情节，然后把自己想象成里面的主角。啊，我去，投入了一笔。太搞门了。公文角度是算。啊，有多狗血的就来多狗血。我不会这种事情。什么嗯，要这样子，我也是，我也是，完全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我。然后拿到床上，样子，根本就是我。其实我是无意识的，也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发现我到底是怎么样变成这个弱智。等我发现的时候，我的姿势已经非常差了。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听歌的时候，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发挥我的2000000的脑补能力去迎合那首歌的情绪。比如我在听悲伤的情歌的话，我会使出吃奶的力气去往我那个少的可怜的情感经历里面去套。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会编。总的来讲，就跟前面洗澡的时候演戏是一样的，也是一样，自己演嘛，一定要把自己给感动坏了。洗澡前，出去啦！啊，我们出去吃饭，给你带个饭店炒蛋回来了。哎，帮我多放两个蛋，啊，不要放葱。好，现在知道了。啊，然后再继续听。打开窗，你会看到。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家，我又刚好很闲的话，我会学明星和演员去做一些二逼至极的装酷耍帅动作，比如洗面奶广告里的人，这个还好，在洗完脸以后很自恋的拍一拍自己的脸，心里的 OS 应该是老子帅翻了，或是狂撸自己的头，狂撸，在向斯嘉丽约翰逊放电。如果是我一个人在发呆的话，如果是只有我一个人，而我又只能玩手机的话，我会立即觉醒一个新技能，它的名字应该叫，连续几小时毫不间断的刷各类社交软件，直到完全没有新消息提示为止。我不会，啊，太长了，我背不下来啊！人们千万不能低估对于那新消息和新知识的感觉。不会，就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微博刷完，朋友圈刷完，一卷刷完，知乎刷完，我再回过头去刷微博的时候，就发现又有新消息了。你能懂吗？就是这是一种过程啊，一种循环。我会发了 FB， 再发粉丝团，再发 IG， 然后玩完游戏之后，再回去看 FB， 再回去看粉丝团，再回去看 IG， 然后再玩游戏。我也是，然后。万一刷了一圈发现每个软件都没有新消息的时候，就会觉得手机坏掉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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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不成油饭菜。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女生总是喜欢对你说去洗澡了吗？那是因为洗澡真的很有用啊，她们真的是去洗澡，也就一天洗个30多遍吧。不知道以上这些事是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有更好玩的独处的时候才会做的事情的话，欢迎转发这个视频告诉我。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说话，拜拜。我觉得他视频真的蛮好笑的。嗨，上个星期我想去剪头发，由于刚搬家没多久，所以我想着找一家新的理发店。走在路边，我觉得我操，这些理发店看起来都好贵。对，说到那个神魔，真的神魔，我之前在玩的时候也有一点强迫症，就是譬如说我的体力是149，我就会赶快刷等级，刷到150为止，然后或者是说，然后就会给人家合理的解释说，这样就可以打3场地狱级啊什么的，然后或者是说，就我体力如果是剩9，我就硬要等到1分钟之后，只不过10分钟之后把他体力用完为止，我才会觉得我做完这件事情了，或者是说11点59分的时候，非说你轮回打完了，你就一直。重开，我想说，到底可不可以打啦？就是一直想重置 ，you know。然后可是什么，有些时候就是很慢，然后或者是，还有什么，就发了一个动态，然后就会觉得说，怎么没有人回？按赞怎么那么少？就会一直看，就是这种的，超好笑。好，继续看。微辣烫、沙宣烫、牛奶烫、数码烫。你切我干嘛？五辈子生态油，植发、疗发、博士植发、天然本草、超顺植发、梦蝶人生精华、醉丝膏、弹凉皮拉丝、拔香蕉、番茄草蛋。去做了好不好？我真的很佩服女人，尤其是经常做头发的女人。你们读的书一定很多啊，明明都是中文字，我怎么就看不懂呢？话说我从这海报里嗅出了浓浓的歧视直男的味道。我整个头发多少钱？麻烦这些店面的海报写点有用的啊！我不关心什么店长、总监、高级发型设计师长什么样，我也不关心。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家理发店的发型师是不高级的。我也披扬羽绒，是首届国家一级理发师，曾经获得香喷喷姐。我披扬羽绒，哈，高级设计师。总之就是很高级。难道真的会有人看这个？哇，怀念以前去剪头发。哦，我只要准备25块就可以了。啊，不是现在这样。店长200，总监150，高级发型师100，好的洗发水100，一般的80。这种时候我怎么可能好意思说要一般的？这帮剪头发太明显了，太假了。为什么没有以前那种一整套只要15块的呢？就是那种。而且里面小哥一个个都像高冷男神一样，个个顶着一个酷炫狂仔，爸爱我的头发，就要怎么跟他们开口聊天啊？我走进去岂不是显得我很怂？我该怎么开口呢？为此我每次特地都用不同的开场白。你好，我要剪头发。你好，我要理发。你好，我要剃头。你好，我要洗头发。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在理发店的培训过程中，是不是有一门课叫做？如何像一个户口调查员一样把客户逼疯？哎呀，帅哥，哪里、啊？我超讨厌，我超讨厌。住在哪里啊？对啊，读哪里啊？有点然后说头发有点细哦。就蓬一点哦。我们这边最近新出了一个套餐，很便宜哦。哎，你的头发有点卷，拉一下会好很多啊。哎，必须多少啊？干你屁事！超级要假发质啊，不是很好。哎呀，你这个头皮要好好保养一下。哇塞，你看你这个头发太蓬了，要做个拉。又是直又是蓬。不好意思啊，你刚刚才说过我头发太塌，够蓬了。我有吗？有啊。可以不要这样吗，哥？再办就是一直让我办会员卡，我告诉他下次再办也没用，委婉一点跟他说也没用。难道我要告诉他办个会员卡钱比我压他的钱还多吗？什么意思？是我每次剪头发可以少付一点？哦，那我不办，让你们多赚一点啊，你们也辛苦了。完美的回绝。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话太难理解，有时候只是简简单单的3个，这个世界上的理发师就是听不懂。一直翻，就是修一下。我把头发烫短了。在我的理解当中，修一下就是在我原来有的发型基础上稍微剪短一点就 OK 了。因为我们的理发师都是哲学系博士毕业的，所以你好，帮我修一下。
常讨厌在理发店发生的。一，剪头发的那个人已经问了我各种信息了，到洗头的时候，洗头的人又会问我一次。二，洗完头头发还在滴水的时候，就让我等在一边，我完全不知道应该干嘛。我不知道你们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对于我来说，我的想法只有一个，我只想安静的剪一次头发。这不行，我也是，我也是，我只想安静的剪一颗头，超烦。对不起，我很想看这个视频，我觉得非常好笑。哎，是这样的，我最近在网上看见一个消息说，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在照镜子时，大脑会自动进行脑补，所以镜子中的你大概比真实长相好看30%。也就是说，实际上你真实的长相比你自我感觉上的你要丑30%左右。我觉得这简直是笑话，为此我特地又去照了一遍镜子。然后我就更加确定了这是扯淡的想法，因为我觉得镜子里的自己已经够丑的了。教教我怎么样再丑30%？嗯，而且重点是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已经是好看30%以后的自己了。我先去尿尿。不行，就喝就吃就对了啦。没有啊，你就吃啊。No way， 不可能啦！虽然我知道自己不好看，但是真的镜子里面那个不能太丑了，是真的。这什么？请身份证啊！这上面才是你真实的。别讲话。那上面才是你真实的。哎，又到了苹果开发布会的时间了。Yes Yes， 就喜欢这种跟我没关系的新闻。发鼻孔。不过 iPhone 6肯定在其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手机变成了 iPhone 手机和其他手机的区别。哎，最近想换手机了，有什么推荐啊 ？iPhone 5S 啊，或者你6也可以。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其他？买5C也行吧。真的真的很多人。越来越多人已经丧失了挑选手机的意识，真的被动的去接受最新款的 iPhone。对 ，iPhone 出了 ，5S 可以扔掉了。Yes，iPhone 出了。哎，那 5S 可以卖了吗 ？No，Fine， 我也用 iPhone。这不是重点，记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开始 iPhone 出现在中国或者世界。在我上学那会儿，本来我们的伙伴们大家用的手机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那时候各种品牌、各种款式多到根本数不过来。摩托罗拉 ，Hello Moto， 诺基亚。三星，夏普，索尼，爱立信，索尼，爱立信，爱立信，立信不爱索尼。刚刚那个是乱，干你啊！别人同一款手机，那感觉哦不，为了最大程度上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我选择了不买手机。我以前好穷。Anyway， 我本来以为会出现大家分不清手机的现象。你能帮我拿一下我的手机吗？当然可以，蛮漂亮的。我也摸它到会儿到这是真事 OK， 而且 iPhone 的铃声都是一样的，然后大家又不去改它，真的聚会也好，在人多的地方也好，我都像社交即可白痴一样。电话响，就是这个声音，不是我的，是别人的。太神了，电话又响了，又不是我的，又是别人的。
巧克力牛奶吧。什么？那就是刚刚拿的一个手信，就尽量吃啊。可是你可以先，你要看不要先吃芋泥蛋糕。真的太夸张了，有一次我真的分不清到底是手机壳蹭到的手机，还是手机蹭到手机壳。手到底是手机蹭到的，哎，我刚刚说什么来着？芋泥的，芋泥的，那个应该是我会喝芋泥鲜奶。在 iPhone 的机身上，只要是你想得到的地方，都会被一些民间自制的东西，那些神奇的小玩意儿给包着。下一台是在前面加上高清膜，然后粘上剪贴，外面包成金属，再贴着硅胶套，最后你的手机架。Sorry. 而且这些手机壳有越来越夸张的趋势，除了刚刚说的，这太酷了，还是我见过最高人、最傲娇、最难伺候的手机了。不说别的，就说数据线吧，就是这条破线，这多牛逼的数据线要120块钱一条啊！现在一部诺基亚5230只要120块钱，你知道吗？不就是一条线连这个插头吗 ？iPhone 四和 iPhone 五的数据线居然还不能通，真的？是 ，fuck， family。对了，还有 SIM 卡，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用一部手机需要我把 SIM 卡给插进去。从 iPhone 5开始，居然还让原来的机身剪得更小。我真的觉得 Apple 真是鸡巴鬼 ，iPhone 20在 SIM 卡改成小成弱智。查不到性格。说到高冷，应该没有比 Siri 更高冷的东西了。最近哪里有好吃的呀？老娘不知道。不人工智能吗？说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名字好好瞧。你他妈好烦。你听我讲。啊、老娘不想听，是一只很奇怪。你听听好啊，我真的好热、啊。说点好听的。行啊，你想听我的滑板鞋？什么呀？我要听我的滑板鞋。No， 这不可能，你别想。啊，我好困，我要睡觉了。哎，别！好。我要的滑板鞋。这下可以了吗？好难听，好他妈难听！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款手机确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不仅仅是 iPhone， 像是 MacBook、iPad、iPad 2、隐形 iPad、隐形 iPad 2、iPad Mini 2、放大版 iPad Mini 2、那不是 iPad 吗？I look at 这些东西都证明了人类的智慧、科技的发达，更证明了苹果这个伟大的公司，他们孜孜不倦地推出新产品，目标只有一个 iPhone 6，让世界没有神，没有神。OK， 好了，大家如果喜欢这个视频的话，欢迎在我们的下方，觉得真的很好笑，笑了好久。这超好笑，我笑好久。好，认真。不认认真玩手机了。电视的哦，快点。小轩，你以前不是有一只那个打水果的那个吗？就是跟我一样的那只。我有那个，我有那个。你也喝那个牛奶？那美国牛奶啊？我们都用那个做馒头，现在感觉是很缺货，100多吧？100多吧？我们也是要成功的，我们也是公司的。我想要来打那个，然后跟那个，他们不吃的话，那我要打死。好啦，我们来吧。
顺便来听个五月天的歌。今天是阿信的生日，我觉得我们家人好吵闹。好，看一下下。你说的，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有点想一直看下去，我就是因为刚刚看那个，我就觉得太有梗了，超好笑了，害我就一直想看下去。好了，不过认真做我们自己。今天是阿信生日，我们要听阿信的歌。这个人一直很烦，可不可以不要一直烦我？他从昨前天我回答他的一个问题，说对我什么，到达对我怎么推，他就一直腻我。可是其实我很忙，他一直要跟我聊天。好，我们来打。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刀塔的一些那个配对和强势队伍。听一下这个声音会不会太大声？好，我们来打。今天想要跟大家。OK。干嘛？干嘛丢机？居然没有看我直播。小 QQ， 他又来测人了。那我来扎蜜瓜好了。很小声，只看好。不下的人是还蛮帅，但他第五场就走了。他有跟我要合照好几，他拍两片了耶。好，不要讲了啦，这样子不好，还偷看。吃饱就要吃水果，好吃。有看到，有看到那个很帅的，就大家就叫他帮忙拍照，心想说好害羞，而且我去拿哈密瓜，想拿哈密瓜。被看，被发现了，偷看男生。好，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钱的时候抽这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时候抽到一些卡，靠你妈了。六，你们自己30分钟还真不来拍照，跟你说可以来拍了。不想给他们拍了。对，很帅。好。今天要教大家一点训训场的强势队伍，我先看一下排行榜。他是我的小孩，我们分享生活，一起梦想。好，一路支持他，看见他快乐。这个不是最强势的。
现在竞技场的强势队伍是叫做这个靠那个看这个盛唐去做爆发的一个，前面要放大概两只坦，然后一只暗木。小时候妈妈说，睡不着的时候就看看天空，找到最亮的那颗星星，魔法师就会送你一个美梦。现在大家都放游侠，可是我这边讲一下，就是竞技场的强势队伍有几个，一开始大家还没有很多英雄人物的时候，就是国家的菜刀队，不外乎就是一个坦，那坦通常都是骷髅王去吸收伤害，然后呢，再来就是巨魔啦，或游侠，巨魔游侠。可能会放双头龙，或者是美杜莎，或者是双头龙加美杜莎，然后或者是放还有个白虎之类的。那有时候如果对手那个也是用比较敏锐的话，我会放两只控场的一个双头龙，一个美杜莎。对，好，去宝乱入。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个新，就是法师队伍。你好。你要吃吗？哈密瓜。也有可能放乐器，但是乐器在假竞技场的时候真的很不实用，它打王比较好用，好不好？又来闹场。我吃一口。哎，姐姐，昨天来看我，真是个大仙妹，又来尿床。他喜欢把一个很奇怪的小孩子。然后呢，再来就是法师队。法师队通常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容易，因为还没集气的时候就会被他干掉。所以法师队呢，我通常都会这样玩。书宝又录，给他啊，快点啊，快点啊啊啊！换你，哦，哎，法师队的话，我会放一个，就是，现在很红的半人马。半人马有一招非常的强，就一出去就放全部的人的盾，那可以控制白虎的一开始的晕眩。所以他如果放白虎，立刻就放半人马。芋头鲜奶在冰箱，还没喝。这一刻独自对，然后还有就是，你想看，我讲到哪里？半人马。对，放半人马，所以我法师队就会放半人马、双头龙、法师的控场，再来就会放凤凰，然后再放。半人马、双头、凤凰、海尔，还有一只什么？忘记还有一只什么？海尔还放一只，然后忘记我放什么了，看一下哦。
我是之前有放沉默啦，看一下。还，你如果不放沉默的话，你也可以放，看一下下。我知道魔法师带着妈妈回来了。我看着突然出现的金鱼，它带着我看到满天的星星，最亮的那颗星星。看一下下哦，等我下哦。笑了，这城市开始热闹了起来。谁抓我啊？反正我其实是放，我是放那个，看一下，人马双头，你可以放，你可以放，我是其中还放了一个沉默啦，因为我觉得沉默就也还不错用，会放在法师队里面。不然其实你也可以放巫妖，或者是冰女或火女那些。但是为什么跟你讲为什么放那些？然后我后面一定会放凤凰跟凯尔。那凤凰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跟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我会这样放。等一下哦。就是这边有个凤凰的部分，你可以看一下。技能的部分的话，凤凰会是一直丢火属性的招。那给你看一下凯尔，因为前几天有抽到。这个队伍的话，其实就是靠半人马在坦，这半人马很坦，很坦。然后看一下召这个，这就是凯尔召唤师，他有十个技能，看一看一下十个技能。好，给你们看一下十个技能是什么。十个技能的话，它是会丢火球，会丢球球出来，会需要，譬如说这个技能点满的话是电电冰、电电火、电电电。火火电，火火冰，火火火，火火地冰冰，类似这种组合的一个技能。那通这个东西呢？这个球球是你的队伍一定要有一个，要有，譬如说我放了半人马，半人马丢的招是没有属性的。给你们看一下，我先组一个队伍，哪一个这个队伍？好，我丢一个法师队给你们看，我都还没有练满。那我就放个，好，放巫妖好了。然后再放凤凰、凯尔，就是这一队。然后这个话，像凯尔的话，他有十个技能，然后他会像半人马就是吸收伤害。那这个的话，双头人的话，他的技能有四个，他会不同技能会放出水火两个属性的珠子，然后他丢出去珠子的时候，你再去点他，就可以变成凯尔的技能。等于说凯尔，如果你的这队伍里面有人会一直丢那个，就是一直有放属性的招的话，凯尔可以去一直点那个球，一直放技能。那法师，然后凤凰的话是也是一只很强的，也是会放武器的。那我通常一定就是巫妖可以替换成不同的，譬如说沉默啊什么的。如果换沉默的话，沉默的招是没有属性珠子的。那凯尔的那个能力会比较稍微弱一点点。那可能是可以一直丢火火火的招，火火火这个招很痛，对。然后可是沉默的普攻也很痛，所以沉默可以让法师把对方打得像狗一样，就是他可以就是沉默之后就是让我们丢招。如果对方对没电的话，那个凯尔可以放大，对对对。好，那水火试试看这个，我其实还没有练。好，那我就直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他会丢，你看看看，他会丢，那就好，水水水，他就变了，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我还没点着，好呗。为什么会有电？对啊，为什么会有电？这样看一下。
好，然后有很多嘟嘟出来，那我就是点点点，就会有点点点，会有冰墙，我看到。好，等我一下，我再把技能先点起来再点。你看他会自己丢招，等于说他可以一直放招，一直放招，非常好玩。好好玩啊！要过去连你的事。对，凯尔就是要抽这个英雄玩家，凯尔是一只可以抵三只的英雄哦，我觉得真的我们讨论过这个英雄。好，等我一下下哦。先把凯尔技能点起来给大家看。可能要背一下。好，就大家理解一下这个元素之书呢，这是他的大招。那他的话就是会挤出，我记得是六颗不一样的那个啦，好不好？冲击波，冲击波的话听说是非常痛的，召唤三种原理，并击退前方时一段时间降低前方的物理攻击。而物质对面是用菜刀对的话，这个是水、电火兵、电火兵、电火兵，对。然后呢，将召唤师，召唤师将寒冰凝成射入对手体内，目标会被降低目标护甲。这个不太有用，这个是前方的冰墙裹住兵。如果说你今天要被攻击的话，放这个其实还蛮强，蛮好用的。就是它会结一段冰墙，是冰冰火的冰墙，通常是也不太会使用到了。幽灵漫步，这个其实也不太容易用到。天火，这个天火是非常痛的，这个非常火，火火火要背起来，还有冲击波要背起来，三个不同的火火火。然后火元素，有时候因为火元素可以存在一段时间，就是火火冰。然后如果有人打你的话，火元素会先被打，这样子。很对，陨石这个也是很痛，这就是火火电。这个跟天火一样痛，天火是三颗火，火火电，电磁暴这个还好，灵动术也还好，龙卷风也很痛，电电镜好，其实有点难背，不过我们就来再试一下。好，电磁暴不知道痛不痛啊，但是今天讨论是还好。冰冰电啊，靠北没有电了，冰冰火好了，冰冰火是这个，好，火是冰墙，冰冰还、啊、会消失，火就是冰墙。那时候因为我的队伍差不多都是这种火火火，好，天火，冰冰，因为我队伍都是火和冰，所以电会非常少。不一样，不一样，长得有点不一样，他眼睛不太一样。好，好，哦，有了，有了，有我，我有冲击波了，啪，冰冰火，
好，造了火元素出来，他会帮我攻击一段时间，有没有？他会帮我打他，攻击波，快点快点快点，好，好，又叫了火元素。其实我就一直点一直点就好了，他就是一直可以放技能的招啊。好，非常好玩的这个我是觉得超级好玩啊，我很喜欢用这个，就很多很多兵，很多很多很多兵，快点快点，我还要一个兵，好，火火兵，然后造火元素出来，又叫火元素出来，各种火元素。好，丢那个电出来好了，电火火，好，就是这样子的玩法。小火人蛮好用的啊，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的。好，这个是强势的队伍。我刚刚就是，如果这个练的话，这个是竞技场，就是对比赛相当强势的队伍。我刚刚还讲了，另外一个就是死棋，然后剑圣暗牧，暗牧敌法，这也是一个很强势的队伍。等敌法跳过去的时候一直放大，然后后来可能前面三个会比较脆，会死掉。可是暗牧和这个圣堂的话，它其实主要输出是靠圣堂，然后圣堂可以一直去杀人，只要一扎人就可以技能这样。简易是什么 ？www。好，不能换名额，对婚恋还不太有用，就是这是我这几天赢的一些心得啦，好不好？然后还有一个破甲坠还没学，网络是不是怪怪的啊？好，继续，那我们来打打远征好了。有些牺牲打了，好，对啊，谢谢吴启贤先生陪我。怪人，都怪人！哦，不要玩我的滑鼠，造别扭！要拿去。我怎么觉得我一直在输？你是你想喝，你就赖给 Q 宝，我不知道你吗？不行，揍你哦！奸诈鬼！
没有啊，我屁嘞，我不睡，是我因为我太累了，我想赶回家。哎呦，跌倒了哈，笑屁呀、啊！每次都真的有够难打的，我真的觉得有困难，打之前真的有困难。哇、嗯啊，怎么打好呢？你又这样耐闹又耐闹，一直很想抢先走。好 Q 等一下又顶我揍你哦。他的那个梅杜莎好痛，我的妈呀！装傻，去。不可以往我滑鼠哦。好。不够难集气的。哇，前面都好难打啊。啊，大气！我就快疯掉啦！喜欢。好烦呢、欸，好，是非常困难，放着就好。集气好难哦，上了80之后，集气真的好困难。干，好吃。好。就是一直拍啊，很烦。就你讨厌这样一直拍，每天都在拍，不知道拍什么。啪！这个石化的好啊，太神啦！我死了，没关系，反正两只是牺牲大。而且我粉丝都不敢来跟我合照，我觉得说很烦，因为不想给他拍照，宁愿跟粉丝合照。
上瞬间，借一个纪念的瞬间。我脸在变色。好难机器啊，我要疯掉啦，不要这样对我。你这个好用。救命救命救命救救我啊。好，啊，我跟我妈讲，再次坐下来点啊。快点！OK， 终于应该顺利过了。哦，真的是很难打耶，就越难打了。你没有这样的觉得吗？我觉得我最近放的超差劲的，OK， 非常好，继续这样打下去，超认真的。
这每次都打得好危险。OK。这个今天好难打，我的妈咪啊！嗨，小仙人。真是让人不能白死。我相信爱情的存在，我不信华丽的虚荣，我相信热烈。要被沉默了 ，fuck you。退出。最近技能有够差的。OK， 好久没有打了。哦，还有加油！好，还要放招了。跟他说失败，睁开你的眼，哦哎哦哎，再不管你是谁，哦哎哦哎，这个魅惑的好啊，太神啦！李佳乐是男生，我有他照片，你想看看？话说明姐的名字哦。被沉默。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我的沉默术士在冲他小。哦，干你娘的！加油啊！好难哦！这越来越难打，这太过分了。
我的小鹿，小鹿来补血啦！啊 ，OK OK OK， 这样应该是蛮顺利的。OK。你想去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好紧张哦！我去支撑你在。好，继续。这座古老的城市像一座迷宫，天真的以为爱情是唯一的出口，永远学不会。没得个，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找回灵感了。分他法，感觉你是。当开了眼之后，你手上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甚至学不会再聪明一点。天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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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杀掉我的沉默。向你谎言，总是学不会，等待也有现实，不是谁情愿这么苦且缺。OK， 这样子他们应该是没有办法丢了。好，这个时候传血的时候开大，死期的大。啊，其实这个大不能开了，因为它快死。OK。这么还没完哦，怕猴戏，怕猴戏。OK， 快打完，快打完，好紧张。就觉得你打得像非常的不顺遂，不知道你们呢？等他法，他下一招就会放那个。好，啊，好，没关系，我决定放生风行者，又有点懒惰。好，没一个。好，就像最后两三关了，取消用这个。好，这个队容就是立刻让他放不出招来的阵容。
然后跳我的乌幺幺幺幺幺幺徐一娜西娜波林老师卡号。哇，我要去死吧，有个废的。妈的，烂熊猫酒仙，去死吧，贱货！不行不行，拉轰一下我就会挂掉了。啊！救命救命，唱不出来，让你唱不出来。救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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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着你的氧气，掉进你心里。哦，我只想打完这关，有这么困难，可别欺负我吗？解沙发，救命啊！沙发，我要杀死他，杀死你的罗马！看你一脸嚣张样，让你唱不出来。拜拜。哦。今天的之路好痛苦哦。哦，购买你好了，我今天也还没有打副本哦，我来打副本好不好呢？好，看一下。
你千万不要再招惹别人哭，是有冰甲啦，我想要冰甲。别跟着我铭心刻骨，好，没有冰甲，非常好，没事，申请详细好了，详细快点。我才能确定我混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屏幕。明天开始，好，这一切都结束。对啊，我想说赶快打，认真打一下下。好，等等打完这个，再打完工会的任务，跟你们聊聊天，好不好？好啦，叫你们想聊就没聊天，很受不了他们就要拍到三十分钟，一直拍一直拍，然后就一直卡位，然后想刚刚超超超大就站超紧了，闪到快要酸掉，眼睛超干，然后后面每次要出去拍到三十分钟是我最痛苦的时刻，你现在拍五场就回在地狱里面。所以我才跟你们讲，你们最好是合照的时候来找我拍照，这样我才可以就是不用跟他们拍，他们就让他们拍照。小心小时候直播要小心啊，你怎么会知道嘞？是不是可是礼拜一都会直播？是啦，可是我就觉得说如果拍个两张就算，可是有些人在录影什么的，我都会觉得很不舒服。我会自己想控制他们啊，就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以合照为主，因为毕竟，会花钱的还是刀塔的玩家，因为就是摄影师又不是刀塔玩家，对不对？毕竟是刀塔请的嘛。这样讲是对的吗？谢谢哦，今天有送礼物给我的，都很开心。嗯，应该会哦。就是强袭，各种强袭而已。就是沉默术士，各种沉默术士。嗯，不行，今天不能录音。对啊，袋子还是怎样，全家大小都带来好了。很生气，而且我今天还一直跟风行者讲话，说前面两个卡位的
每一天都来拍。想说今天跟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还不都穿一样，不过就是一样的奶和一样的脸啊。还是他很认真的细微的观察我装的不一样。对，然后呢，就是有的人会，我在跟粉丝合照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要拍照，说哦，对不起，不好意思，休息时间不给拍照。我就觉得说，你刚刚还拍不够吗？为什么还要再拍嘞？就是不太懂这个想法，但也不是因为我大拍，只是觉得说，到底有什么好拍的？对啊，就对啊。然后我们其实根本不能坐下休息，我是觉得，因为主办方位也人太多，不管我们，所以我们每次30分钟就会晚一点点出来，然后剩10分钟的时候坐下来，然后就坐下，坐下来他们也会不会拍？就坐下来他们也拍哦，厉不厉害？超神奇的。然后坐下来，然后既然坐下来也拍，大家摆一些比较漂亮的姿势，就也很妙，就也没什么差别啊，不就是这样子？对啊。而且有的人还每一场都来卡位的，好像卡到位就怎样，考试第一名这样子吗？开始狂飙他们。真的假的？你刚刚还在说兔文呀？哦，他就是号称小水塘的兔兔啊。小隋唐年纪很小，蛮漂亮的一个女生，我跟她还蛮好的，个性很可爱。对，风行者号称小隋唐，很漂亮。我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就是很认真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我要去高雄做活动了。因为呢，因为就是神魔不是刀塔传奇呢，他们要做那个北中南的巡回的一个比赛，然后后来我就有跟他们讲说，他们找兔兔去，我说哎，怎样不找我？然后他们是说就是我要也可以去啊，就是。他就说就是少一点钱给我，可是我说没关系，因为我很久没看到高雄的粉丝了，所以就这次可能12月去高雄的时候就会看到就是南部的粉丝，所以有个好消息就是在高雄的粉丝可以来看我了哟。虽然没有南部的自在，但也可以看到一下下啦，因为太久没看到你们，有点想你们，太多太多南部的粉丝了，对，遇不见。是展员表情，对啊，一脸无奈，不是无表情。展员很爱讲他是展员。对，就觉得很烦，所以我要去高雄咯。你们很开心？我是很开心啊，不知道你呢。好像不会去，哎，陈思彤，你说你要来看我，也没来看我，胡乱整。还是故意要去高雄的？哎，去年的事了，很久了。展员本人真的是人超好的，而且超有亲和力。应该是20号吧。展员，你知道？问一下，展员，你知道那个去高雄比赛那天几号啊？我忘记了。但我觉得有恐怖，因为台中太常去了。
好恐怖、哦，我觉得有鬼。好恐怖，我要看了，我要看了。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可怕？我是个人是觉得好像有点可怕哦。是去年啊。怪怎么拍不起来嘞？我拍这个好了。等一下哦 ，AirPlay 坏掉了。好，等我一下。哦 ，AirPlay 真的他妈的超烂的、欸，是我点到了，哦，原来我刚没点 WiFi。OK， 我来看一下展现传来什么照片来。有点害怕。天哪，超丢脸的！哦，20号。这是我的腿吗？你好爽哦！我这种好可怕哦！哎，我照片还没传给你耶，还有那个，知道我多累了吧？你看，你知道那个谁有，嘎明又传给我，嘎明。嗯哼哼，高明在哪里嘞？也太多讯息，这里，高明也传了给我，看我有多累。你看我和风行者我有多累，睡成这样超困，我的妈呀，哎，卷起来看一下，抽蓄吧，超好笑的啦，太冷了，没有，因为我最近常常在抽蓄，这样抽一下，对，经常都这样，真的很累，
是真的，我最近常常睡觉就能抽一下抽一下抽一下，超我最近常常睡觉被偷拍，太累太累，真的累到一个炸掉，你们不懂，真的眼睛很干很痛 fuck you 超痛的，你们不懂啊，那个摄影机真的想打死他们。不过真的是有一个是蛮帅的，好了，我跟你们讲一下，就今天有跟巴龙讲，就是有一个两天都来拍，然后就每次都拍我，然后就写这样拍，然后每次就是大家都有找他帮忙，叫他帮忙我拍照，我觉得他长得还蛮帅的，是我喜欢的型，有点有一点点那个，就穿得很干净。好了，这样好吗？春心大动，他有跟我合照，他说他要跟我合照，好害羞。好了，这是重点吗？好像不是。害我就是觉得，哎，他现在在看啊，害我好尴尬，不能开心。哦，对啊，就我常常我睡觉时常做噩梦。不过谁睡觉是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还是其实他是颜值都已经很低。对啊，哎，是不是蛮帅的？沙龙自己讲。沙龙还跟我说是一个外国人，说啊外国人没兴趣啦，不是有个还蛮帅的在那边，哎，他来找我拍照了，爽啦。对啊，都悲惨，没有才不会做这种事情，哎，多丢脸啊，粉丝在旁边怎么敢要。我觉得他蛮绅士的啊，喜欢那干干净净的。其实说帅也没有很帅，一点点帅啦。看一下博哥怎么样。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带给我惊喜，要电话嘞，搞不好他已经人家有老婆小孩了，会不会那个年纪感觉都有啊，成家立业。从我的世界里没有一声剩下的，只是回忆你存在。你们很贱，你们不要逗我开心。可是他有问我粉丝团吗？屁嘞！明明。记得我们曾经肩并肩一起走过那段繁华巷口，尽管你我是陌生人。屁嘞，假死带啦，但彼此还是感觉看起来很干净，好不好？看起来就像氪金型。对啊，太没心，太没心很好认。而且最近大家就说我变胖，弄你们好像是一张。哪有奶啊，你重重的啊，然后穿衬衫的蓝色的，快来我身旁。其实他都有开很浓的，我说算了，如果是他的话就不要生气。好烦。不是啊，不是小肉粥啊，不能看一下啊，战场超无聊的，看一下了，你们都可以看，我不能看男生哦，因为很奇怪。我的牌不错，很贱欸，你们干嘛呛我？你们看到粉丝没那么爽，有好不好？我每天都细心打扮，
除了想睡觉之外，本来也没有，就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觉得还好，是因为他来拍了我三次，觉得说其实还蛮可爱的。说张张有张张，那他真的帮我丢怎么办？有啦有啦。我的梦里，我的心里，我的脸上，要记住。好啦，哦，你们干嘛这样？好啦好啦，开玩笑的嘛，也不可能啊。电话接了，哎、欸，你也会，真假你也会，你奸商。看，我喜欢有礼貌的男生。大家不要讲了，再讲下去我没本事。Yeah. 但是我总觉得不爱可惜，一开始没人看好这个决定，但是爱情是我们的，凭什么由你决定？就算爱到哪里，真的啦。哦，哎、欸，今天谢谢大家，就是要当当有当当，要蛋糕有蛋糕，要牛肉面有牛肉面，好，要石锅拌饭有石锅拌饭，要寿司有寿司，要水果有水果，还有什么？要饮料有饮料。好啦，就是谢谢大家。不过大家都分掉了，放心，我一定会分给你小仙子的。你看小仙子我胖，我现在也胖了好几公斤，大神他们都说我胖。好了，把每人寄一张那个啦，寄一张签名照好了，你觉得如何？是不是有点弱？万一他在线上怎么办？你们不是很烦那、欸、个？谈够不谈？东汉喜欢礼貌奶油男。他说每个展场都来，如果他每一次展场都来，我就会生气。芋头鲜奶好了，饮料有了，有奖掉。芋头鲜奶、冰淇淋、红茶，还有什么绿茶？还有哦，这边有人买了咖啡，西雅图咖啡。但我知道他很认真，应该是这个 S 这个开头，我不知道他那个什么念。谢谢你买西雅图咖啡给我，还买两件。我知道，可是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其实咖啡我真的都没有喝。可是我知道你那个很用心去买，因为买来都是热的，超烫。然后就是我都分，就是展元哥有喝到啊，然后还有就是分给就是其他公司，因为我真的不能喝咖啡，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讲，因为我知道你是一片心意，而且你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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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过来。被杰哥带坏，然后展元哥也说叫我替我谢谢，就是大家就叫我对，就是叫我叫大叫我替他谢谢大家。嗯，对，就是对啊，这几天就是大家的那个辛苦来探班，然后吃点心啊什么的，然后工作人员他们都很开心，这样真的。
桂圆好不好喝？桂圆，我没，哎，我有喝到吗？桂圆好像喝完就忘了耶。今天还有一个那个家，就是一个很好的粉丝，就是嘉阳，然后他就是说跟朋友介绍我，他说哎、欸、你是小小吗？说你好，就我旁边没有我认识的人，我想说他怎么会叫我你是谁啊？我就说哎、欸、你谁啊？然后他就说哦没有，就是有一个粉丝很喜欢，就是我一个朋友很喜欢你，然后说你人很好很帅这样。我说哦，可是我后来也不知道回他什么，我说嗯谢谢，就刚走，因为我也不知道回他什么，有点尴尬。没有啦，看看而已嘛。窒息的温柔，尖锐的赤裸，一道一道往我心上割，往伤口里戳。看一下，不会少一块肉。哎，思宏，你有来吗？我怎么没看到你？你是不是认错人了？我怎么今天没有看到你？我今天真的没有看到你哦。我想说你明明就说你要来，怎么没有来？哦，可是我都知道啊。第一天小熊饼干，然后蛋糕是 Annie 阿紫贝 A 开头的蛋糕，然后第二天那个蛋糕名字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是是一个熔岩蛋糕，然后还有一个麦当当，然后还有寿司，然后我想要吃芋泥蛋糕，当然还有饮料咯。我超喜欢小朋友的，超爱小朋友。你知道前星期六日的时候，上个星期六日的时候，有小朋友来就是跟我讲话，然后说他妈妈是老师，他小学小朋友国小，说是我粉丝。我心想说我的实况不适合小朋友看啊，可是我礼拜六没看到你啊，奇怪，我是不是记我都记得啊。我现在可以当场吃蛋糕，可是我现在有点胖，龙眼的。对啊，每次都吃不太回家的感觉。我星期六在拿太多东西，我真的吃不回啊。会啊，我要跟他讲十色心愿，有。紫色心。没有，我只喜欢小孩子。如果是男那个老人的话，就会让我就想说，觉得人会靠我很近，想说他想干嘛，他到底想干嘛？有啊，超喜欢小朋友的。而且我还没讲完，就是有，因为我们的气球就是很可爱嘛，很多小朋友很想要那只熊猫的气球，然后爸爸就是要去排队，可是小朋友就一直拉他进我们，从那个你们每次等的那个拍照的地方进去，然后那边是反方向要出来的街，所以每次就是他爸爸要去排队，他小朋友就不让他，而且他跟我们家 Q 宝大概差不多岁数，然后我看到他就是在那边就觉得舍不得，我就偷偷拿气球给他，他一岁多的小朋友好可爱哦。虽然我们家皮包比较可爱一点，可是后来皮包也没拿到熊猫，然后拿双头龙给他，他很害怕，就是也不太敢用双头龙那个气球，不知道在怕什么哈。对啊。这是茫茫人海，无人的飞到胸怀。
想总是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对啊，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我真的没看到诗红哎，如果你来，我一定会认得你的，因为是啊。我有看到 SDT 啊，然后很多人哎。昨天还有杰林哦。不是啦，人家也不是喜欢黄的，人家都喜欢就是看起来很人很好，很斯文。哦，我有拿到，我有拿到，就是那一杯葡萄柚，是没有写名字，没有任何东西，它就是一杯葡萄柚的饮料，还有提拉米苏。提拉米苏我有吃，你有买给小倩和我，对不对？我有吃葡萄柚的话是，我有给那个就是九哥，因为九哥很渴，我就拿给他喝了，好吃。我没有要二头肌啦，你们很烦，胖一点好不好？可以 ，OK 的。搞得我好像，搞得我好像是玉女一样。脏话很少哎，不用胸肌啦，好不好？哎，最近看到小兵真的胸部好大了。小兵真的胸部超级大了，好像也蛮胖的，好不好？真的假的？屁嘞！我明明就没有讲脏话，你们少诬赖我。哦，最近。没有，最近玩都很冷静。我去倒杯水，你等我一下。芋那个超好吃，我超爱那一家的香甩芋头，赞！我自己都会买，超好吃。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心中的我。
我决定来吃一下芋泥蛋糕。竟然讲到了，恭喜眼大！你们都在看人家胸部，你们真的是很垃圾，超垃圾的。没有，吴松是小冰冰女，芋泥真的好大，胸部。对啊，现在给你看芋泥蛋糕。哎、欸，刀子！哎、欸，这芋泥蛋糕的刀子耶！徐妈，这芋泥蛋糕的刀子耶！哦，找到了，找到了，没事啊。你要不要吃芋泥蛋糕？我没有问你，你要吃吗？你要吃吗？然后睡觉了，找你们要刷牙。不要拿那个Q吧的水晶手很尖。我还想说帮你们做名牌的嘞。对啊，好的好的。听说冰女就搭那种牌卡，又胸部太大。会忍不住恨天宇哟，我会觉得自己，我会觉得他好大。对啊，他好高哦。你是个很可爱长裙。不会，吴雪人不会放正常体型。小哥就怪怪了。没有传的病毒药，有一个人。哦，这个是那个香帅的，超好吃。这是吴彦宏送的，好像是。对，尤其神通告太无聊了。就是那个放手爱心，我说这是谁？我说又有个大安高工，因为很少会叫大安高工，因为大安高工是我自己的学校。我说哎、欸，你当高工嘞？他就默默说一句：“我去放手爱心，就给你喝，就走了。”我说啊，怎么？他就是打电动的。我说嗯。你是放手还是就走了？哎、欸，这个名字要取好了，如果你取个很霸气的名字，然后哪里要给你说，哎、欸，我是，比如说高雄科，高雄陈维明，或是高雄梁朝伟，我说，哎、欸，我是高雄梁朝伟，那给你，超丢脸的，超丢脸的。他说，哎、欸，我是放手爱心。名字真的要好好取，劝你赶快改，不然超丢脸的。然后那什么，我每看到那个长达那个提摩，哎、欸，提摩，幸好他名字叫做小心后面有提摩，我就叫他提摩，或是那个放手爱心，真的蛮好笑，超好笑，名字真的要。好好吃哦，嘿。哎，我脚抽筋，脚抽筋。有啦，看你就知道啊。没有，这一没完结。我脚抽筋。拍戏剧不是啊，就是是这样子。对，我是八龙，八龙还好啊。对，觉得好笑，高雄北岸王子，很好笑。大家好，是放双喜，他被我笑了好久。在那边都那边就很多。有，因为你长得很像本人，大头听有放本人的照片就会看。有的人大头听就是打死不放本人，谁看得谁看不到。像那个
那个若水不会念的名字 DIN 那个上次又有看演唱会那个，真的幸好你有放照片，虽然有点不像，但是还是认得出来啊，不放照片真的是看不出来。而且我今天最近冰箱积了超多水果，你看这是没新买的香蕉，欸，这香蕉有贵哦，你知道这香蕉三根多少钱吗？三颗香蕉多少钱？猜猜看，这个是 Jason's 哦什么的，反正101下面超市买，三颗猜猜看多少钱？超贵，嗯，应该不知道了，等等我去查一下跟你们讲好了。阿贤，内湖城呵呵，真的哦 ，Goldio， 哎 ，Goldio， 你有来吗？新装500。对啊，那凯被估掉了，我要公布了，这是梅心买的，你知道吗？他买三根香蕉56块，你知道说他买香蕉吗？因为他上次买了两盒奇异果给我，他说才给你吃水果，然后我就说你买奇异果给我怎么吃？然后说哎，也是哈，没有切好，然后他说可是也没有切好的，他说那下次我买香就是切好的，好像只能好下口的时候香蕉，我说那你就买香蕉啊，然后他就买了三根香蕉给你，还有蓝莓，超好笑，56块。好，你拜拜。真的假的？有一个粉丝也很好笑，他说小姐就是每天你们知道中午每天都拿很多很多便当和切很多的水果，那个粉丝他都会请两个工读生帮他拿，因为他拿不动。我心里想说他拿不动便当怎么会叫我拿呢？我怎么拿都痛，我拿回家都拿不动。对，然后就后来他说他有一天在跟我讲说小乔就是我们回家 FB 联络，好，回家 FB 联络，我就点进，他就说：“乔乔，你知道我切水果，我每天都起来偷偷的切，让爸爸不准他切水果。我说都7点多去菜市场，等那个市场那个水果摊开门，然后再亲自进去挑水果。我就跟他说，为什么不等开了水果开了门之后再去买呢？为什么要等他开门？他说他觉得这样子有等才新鲜。我说可是我就一直觉得，嗯，这个观念好像也是怪怪的哈。”然后他说我买了5颗哈密瓜，我买了5颗哈密瓜，然后我都自己亲自吃过，试吃过这颗甜才切给你吃。然后我就说那你现在家里剩几颗？然后剩1颗。我说那你切了4颗、哦？他说没有，切了2颗。我说剩下2颗呢？我心想说应该是吃掉了吧。他说我吃了很多个，这个到底有没有甜呢？对，超好笑。非常好笑，不好意思，我们什么工会不收人。我就觉得他非常可爱。他说我切了2颗，我吃过甜的才给你吃。我说现在几颗？剩1颗。然后说，哦，真的超好笑。然后莲雾，他说我切好久，我操。他说，然后就切了很多便当，里面是便当吗？不是，里面都是肉和菜。就他之前施展的时候也会送很多肉给我，就说嗯，这肉好好吃的，谢谢。然后他就说真的蛮好吃，下次就多切2斤给我，2斤不夸张，就是两斤或两只鸡，就整个便当。你看，我们三家赵三三在吃这个，没办法，又吃不完。我们今天晚上就这个，全家人一起消耗。找不明了，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
真的就是切了两，就再切两只。我说，然后我下次跟他说，我就不好意思跟他讲说，嗯，那如果你真的要的话，你直接不要送，不要只送肉。我说，其实我也很喜欢吃菜啊，我想说，就是综合一下，不要一直就是肉。他下次就买了，他就买，嗯，那便当盒里面就变成鸡一只，鸭腿一只，然后菜那个三大的菜。然后我心想说，好啦，菜就算了，因为女生都喜欢吃菜，他们也都吃菜吃得很开心，所以菜就算了，就很好笑。就是一个很妙的人，我现在打什么忘记了，完全不齁懒的，会不会真的晚点打扰吧？你们不要现在信誓旦旦的说我一定吃得完。我敢发誓，你们一定吃不完，因为真的吃不完。超夸张的，超夸张！我家里堆了超多自己的，他上次还送了我两台斤的肉，哎，我想说吓死，台超妙的，超妙，不齁懒。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每次都买这家的肉啊？我就想说，哎，每次吃都是烧腊。他说，哦，没有，不认识这家，就是他就是一个很妙的人，就是他就是他可能要买一个两斤的肉。然后说我哥回来就跟我讲说，哎，会不会老板其实一天才卖一只鸡，他们就买了两只鸡，是他的大户有没有？觉得超好笑。真的，我觉得可以在那边设一个火锅摊。你可以请，你知道，如果我下次如果说，我就跟那个风行就说，哎，下次如果说我要吃羊肉乳，会不会有人牵一头？就是早上九点的时候，就有人牵一头羊，然后在那旁边就把羊杀了，就说，哎，乔乔，等等，十二点就可以吃羊肉乳了。好好笑。那个粉丝他家教很，他不看饭台的，就是他也是一个。蛮妙的人，可是他就是我其实还蛮关心他，自己家里可能就比较特殊一点的家庭嘛，对啊，就我个人还蛮关心他这样子。还挖土，对啊，立刻在那边想，哎，真的十二点就可以吃哦。我顶的，不会，我就觉得你买羊肉乳不要在我面前杀好不好？拜托，拜托杀好再杀。拜托杀好再杀。我知道啦，我给你们，不要说我对你们不好。你们说何伟真兔兔？真是个真吧？你最近真的变胖了？收何伟真兔兔收得到？是啊，我那时候就是，我那时候每次送水果的时候，我就说，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当水果摊，因为那个风行者他也很喜欢吃菜和那个水果，所以就也有分他吃这样子。可以啊，可以啊。要用 FB， 很少。
搜这个。这是什么心？99，谁按了我99的赞？好恐怖！我和我。跨满意啊！好，对啊。总而言之，就是看到大家都很开心，而且每天看到他就觉得精神都来了。君明，希望您家。对。然后等等会打楼，哈哈。他真的打楼，说实在，我也好久没有好好玩什么了，都在跟大家聊天。ADD 不是在会战吗 ？ADD。独坐在阳台下，受日晒风吹雨淋，电视机。这首歌超感人。没有啦，他都不，他很乖，他就说他喝过水不给我喝。他蛮辛苦的。为什么我都没有石头？好啦，休息，拜拜，上班加油。哎，你们今天有去看红伶吗？我每次都破不完这个关，就烦死。再一次，都没有别的破的方法了吗？烦你。每次就是爱德那些的，哦，破防有够少的，想想，哦，烦耶。啊，随便希望看啊，就这样子了。有去看糖糖，糖糖很难搞哎，很路人群中。OK， 认真。他说他弟一直在 BenQ， 我说哎、欸、你弟呢？是同意你弟哦？他说没有，他在 BenQ， 他一整天都在 BenQ。我说 Ben 在干嘛？他说看轩轩，父子轩哦，轩轩很可爱啊。
来，他很神奇，他说，哎，整天都在那个 Ben Q 有，他说你不是都在这吗？你也一样啊，随便用用看。哦，我也不知道哎，我已经忘记关卡资讯，好久没打了。几年前，肌肤遇到青春露，改变了他的命运。越早用青春露，锁住年轻肌肤越长久。再过十几年，青剔透还在这里。这里哦，对啊，白虎队选我没用，也是，那怎么办？那随便啊，开个火屋好了，那可以把火屋洗出来。糖果罐里好多颜色，我也想去不甜了。你的梦是快乐，在没有我的时刻。中古世纪的城市里，我想就走到这，爱又不再眷恋大海。我死了耶！耶！完犊子。都是人欸，玩机油人妖队好了，这样可以吗？人类或妖精吗？妖精或魔族。鬼屋吗？妖精。不行，这个我不行吧。妖精或魔族，不能吗？光机哦，这样可以吧？放蜘蛛。可以放好，放蜘蛛好了，试试看，有，好，拜拜。先拜拜。
好，这样有吗？两个以上的模组一定要这样子有没有？这样有吗？模组加妖精有吗？有啦，两个妖精或是魔族可以啦，这有倍数，有倍增啊。如果此刻没有沉入大西洋底，如果英雄没有深深炸掉灰心，都像破碎电影，爱就不会如此刻骨铭心。于是明白我时间过得曾经，像配角衬托着他和你。好，不知道，现在明显啦。没了解我还有一秒哭泣，最美电影不必要最好的结局。永恒的曾经，如果心碎能呈现你最有剧情，为你牺牲是我的荣幸。一起看场电影，你留起了过去我轻松的回忆，假装遗忘不难没关系。曾经多平凡多不同的风景，多了你多惊天多动地，忽然你离开我的生命，也你和他的奇迹。最美电影不必有最好的结局，最后的故事是我叫证明。如果再见能成全你就叫人心，就是我给最后慷慨的回忆。最美电影不必有我也不知道，随便啦。Oh no！ 哎，这样就没事啊？为什么？哦，越思考一下，三角哦。居然没死哎、欸！太嗨了，都不知道我在干嘛哎、欸、我。最美电影不必有最好的结局，最后一幕不一定酷毙了。光姬，我爱你。朱咪，我的心声能呈现你人生风景，才是我们最好的结局。God。
这个天降太神啦！哦，这会死哦！啊，跟你啊！哼，啊！再一次，还蛮好玩的。应该开蜘蛛，我错了，妈，我错了。再一次，我觉得我需要光台之前看一下，对，合同。看一下水红虫的关卡，按摩女会怎么样？冰冻珠，OK， 拜拜。好啦，等一下，那我先玩完这一队嘛，好不好？没有谁不理谁啊。干你娘还不写。看一下，我看一下暗有吕布有没有。暗有吕布，才61耶，看一下，需要磨对吗？好啦，磨一下啦，就你啦。然后木妹木油
岸对岸游，只剩他一个人。吕布岸游，看多少？双渡门要半小时哦。哦，烦哎！啊，我们就爱得不行。爱德没有练啊，啊，那是老师卡好，他木队的北欧啊，北欧加，那我可以这样子吗？半魔队可以吗？看一下啊，吕布岸游的节奏。看一下关卡就行。能不能把自己关上？我在工作之前流浪，剩下的微表示时光就像一个空白，找不到任何事情可以填满。让我觉得很难看，你等有一种只是是不具名的悲伤。第二阶段啊，等一下哦。不要哭，超级。走，达成。太靠北了啦。好，我试试看。木北奥丁。如果世界只剩下最后一分钟，我会爱你到最后一分钟。木北，然后奥丁还有谁？再放个陆地的。就你了，觉得如何呢？老娘没练技耶。好，我看一下，我决定要让他吃某个东西了，因为我很懒惰，所以我决定让他吃鸟鸟。爱不会一颗子弹。
他前面讲话变怎样？等一下，我现在我要吃惊了。看一下下，看一下下。爱情很美，就算拥有一分钟的爱，也足够了。我觉得我可以用，或许可不可以用？啊。加上去有没有哈？哎，没有，随便的。一干一年，让他成为什么？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苦，不需要每个人的加关注。我试试投入你感情节奏，试试给你墙外的援手。看，我决定不爽，我吃鸟了。我决定要吃五只鸟，生气了。他像自己，先吃三只好了。是最大的吗？决定要全力解放，要生气了。心好，老子老娘就是鸟多，怎么样？哎、欸，我没有石头，去人工库拿。那么登入法吧，对你的前男友，继续投篮板球。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陪你过。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你需要我陪你，请靠我。篮板球，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一个专属的男朋友。最后，杰哥常常来啊，你怎么不来拍照？当你的篮板球，战士的男朋友，魔技吧，全体
好。照片里的人瞳孔残住着我，合上了过往梦境或者 OK 哦，没办法带走了，一次容易失望，真是真的爱过，生命来到窗前不敢一身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较成分，都是否无声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用尽苦心发展成全你的我，学会了生活的这有困难的，希望掉一些露珠下来。哦，带走带走了。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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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解放了。我决定要吃鸟。再吃一两只好了。冷却整至13回合。几回合？木有。那就再吃三只好了。既然吃了就是吃嘛，我是个强迫症的小孩。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好，就这样子。超级神太折磨，
也我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OK。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剩两只，吃两只抑郁好了。OK。耶，我现在是有满记。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啊、好，来吧。这是不要点他吧，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 OK，是这鸟棺材，这是我特色吧。哇，差点就死人了，呵呵，幸好我眼疾手快。我会认真的。三。啊！差点没转好。现在火吗？我想只是害怕清醒。镇水的面膜下镜。如果人问我想做出怎么样的音乐，那我会这样说、我希望可以写出一种歌，譬如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商店，有个女生走进来，他刚刚失恋了，心情很差，然后他从店里的广播节目听到一首歌，这首歌刚好说中他的心情，让他觉得自己不是寂寞的一个人，有人听见他心底的声音。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歌。
界。会打合同好厉害哦。来吧，看一下木有的。这是什么啦？没有这个东西啦，太可恶了吧！就拿一些我没有的，我很穷，不知道。这好可爱哦！哦，这变啊！我知道了，凤凰传奖金。2.5倍，3倍，3种以上的属性提示。先看一下转场，隐身盾，然后要神符，我要暗烛 ，maybe 我要新烛，看看可以吧。就这样子了，决定了，就决定啦！我们进去看看吧。啊，差点进错，还是进错。这对应该是 OK 的吼。我们要进去咯，那我们就进去了。欸，隐身盾可以用暗，可以用木魅吗？帮我问问看。隐身盾可以木魅吗？哎呀呀，我死！听老师他吼。
哦。啊，玩到数码是复活是低能儿吗？很明显我就是低能儿啊。非常生气，哦，要暂停哦，对不起，哇，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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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要吵我，单体攻击三攻属性，加油加油加油，我可以的，我知道可以。搭起来两个多少钱？9865加5345。
三五四七五五三五五三四五吧，啊，五四零零吧，一万五左右。清洗最好。新长水啊，OK， 试试看。他是怎样啊，小胖子的？打吗？OK， 该试试看。哇，好紧张，好紧张。先来个吸血吧。你要吃就吃啊。有面啊。那不就有面？啊，太多木珠了。Shit.哎呦，我打错了啦，都你了，你他妈！觉得生气，重来一次。如果永远爱我，如果最后能到最后，一个人该习惯什么？关晚安自己说，雨滴滴答答的坠落，还有什么说不出口，泪不停不停的滑落，习惯没有你的角落。 I want to sing a song for you, sing for my soul, 没
对，可能打你才关，好不好？不然你们就去睡吧。决定了。没事没事，就是没有你的天空。哎呀，二季之后打一下多少？啊！那年我和初恋的他相遇了，拥抱是我第一首会弹的歌，于是我们拥抱奔跑，开始信仰音乐。幸好没事。太感人了，我要哭了。你们猜我会不会零食呢？好吧，我知道你们一定不会猜我是零食，你们只会唱衰我。真好，没关系。我相信，或许生命真的有一种滋味。
运气真好，没被打死。我刚刚没心出错，而且没转好，那运气真好。魔个技能咯，那我想魔技能的时候就不给我魔，因为老师卡后。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的对明天说，我愿意。不可以吸吗？原来会封锁啊。好，我输了。我觉得我可以再打一次，我认真的。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我不知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没打算那么过啊，对不对？试试看嘛， you know you know 我谁知道吗？我会了，这次我会了，我会了，这次我一定 OK 的，相信我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 失败作为成功之母。其实我是想让你们多听几首歌。我都不在意，我爱不爱你，宇宙见人心。是成功他两次，先杀者机，怕掉你就阿伯阿母。
我都不在意，我爱不爱你，就见人心。一寸地摘一片苦心，酿一滴分离，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换一个世纪，摘一片苦心。看我是神转出，谁是我天降的？你再说我跟欧小倩，说的我像跟欧小倩一样，我就打爆了。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爱就见人心。但我转租，你们都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张叶伟现在是不能吃宵夜了，是不是？不然你怎么会说怀念？我干，我现在毛起来狂打，懂不懂？看你鸟这样没有长好。不要再抢神了，不要抢神我会死。我冰箱里面那么多东西，我吃麦当劳，我会肥死的。
这首是有 combo。一二三四五六，看，看，这太靠北了啦！他靠背，有没有神转珠？不吃死过，我要哭了，我要哭了，我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是带我来？真的是难道难过觉得比我中乐透还要开心？我努力从八点到现在，我努力得大概四个小时吧。好，谢谢大家。